位领导、各位老师、同学，大家上午好。清明时节，慎终追远，由于疫情防控，我们没法去墓地，所以学校特地请福寿园在昨天代为到望道老校长墓祭扫。今天我们来到陈望道老校长塑像前举行追思缅怀活动。今年是老校长陈望道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100周年。2018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在宣言翻译出版100年之际，我们在这里缅怀望老一生，追思先贤精神，举行传承红色基因、做宣言精神忠实传人活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下面我先介绍一下今天出席活动的领导和嘉宾，他们是党委书记焦阳同志、党委副书记尹冬梅同志、陈望道先生家属陈振兴夫妇二位专门赶来、学校资深教授、任重书院院长陈尚君同志、陈老师，以及2019年复旦大学中阳市好党员代表、抗疫期间火线入党医护人员代表，还有部分院系师生代表。下面我们追思缅怀活动正式开始，请全体参会人员向陈望道老校长纪念像三鞠躬致敬，默哀。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默哀。1920年是陈望道先生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的春天，他在一间柴房里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首个中文全译本。下面请中文系2019级本科生唐小金同学为我们讲述陈望道先生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1848年，一部光辉的历史文献《共产党宣言》在欧洲诞生，它的出版犹如一颗火种，在世界点燃理想之光，照亮了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道路。100年前，一个年仅29岁的青年，在浙江义乌分水塘村一间破旧的柴房里，通宵达旦，奋笔疾书，翻译《共产党宣言》。这位青年就是后来我们的老校长陈望道。陈望道1891年1月18日出生在浙江义乌分水塘村的一户农民家庭，自少年时代就感受到民族灾难的深重，立下了强国兴邦的志向。1915年初，他决定前往日本留学。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到日本，陈望道从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和尚照、山川君等人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他逐步认识到中国是否也可以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要强国兴邦，首先要进行社会革命，而要革命就要找到正确的指导思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陈望道毅然回国，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员，与进步师生一起积极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却遭到反动当局镇压，一
引发著名的浙江医师风潮。1920年3月，陈望道接受著名进步刊物《经济评论》约稿，回故乡义乌，着手《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后来，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也就在这次运动的启发下，决心回到分水塘村，进修马克思主义，释义《共产党宣言》。为了能避开各种干扰，静下心来一书，他躲进了柴屋内。柴屋年久失修，漏风漏雨，屋里除了一块铺板和两条长凳，什么都没有。南方山区的春天，夜里依然寒气袭人，经常冻得他手脚发麻。但陈望大毫不介意忘我工作，时时刻刻聚精会神，斟词酌句，一丝不苟。因为一书经常要熬夜，没几天陈望道就瘦了不少。一天夜里，陈望道的母亲送来粽子给他当点心充饥，外加一碟红糖水用来蘸着吃。过了一阵儿，母亲拿起碗筷，他看到儿子的嘴角十分惊讶，就问道：吃完了，这糖甜不甜呢？陈望道浑然不觉说：甜，真甜。母亲不禁哑然失笑，原来陈望道满嘴乌黑，他错把墨汁当作红糖水蘸了粽子，于是就留下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佳话。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并开始广泛传播，成为近代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完整中译本，影响极其深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不仅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且还影响了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影响了整个中国的革命进程。1920年夏天，青年毛泽东从湖南来到上海，他到陈独秀住处拜访时，正好看到了正在校对的《陈毅共产党宣言》的译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受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十多年后，在延安的窑洞前，毛泽东对外国记者斯诺回忆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第一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周恩来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读到《共产党宣言》的，在1949年召开的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上，他当着代表的面对陈望道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刘少奇在回忆那段历史时也讲过，当时他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到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邓小平也说过，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 ABC》。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宣言》是一部科学洞见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经典著作，是一部充满斗争精神、批判精神、革命精神的经典著作，是一部秉持人民立场、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为全人类谋解放的经典著作。它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理论宝库，值得我们反复学习、深入研究，不断从中汲取思想营养。今年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问世100周年。百年间，《共产党宣言》照亮了中国革命先驱者在漫漫长夜里摸索前行的道路，直接培养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也培养了千千万万个具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党员干部，坚守初心和信仰。百年后，作为新时代中国青年的我们，继续讲述着陈望道老校长的故事，汲取不忘初心、永远奋斗的力量，传承复旦红色基因，做好宣言的精神传人。回首初心，品味真理，我们
永远在路上。感谢唐小金同学，100年前，望到老校长满怀激情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今天我们在这里再次重温翻译宣言这一段历史的壮阔历程，学习陈望道老校长的崇高精神，接受思想和精神的洗礼，汲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力量，在新时代进一步诠释弘扬复旦人团结服务牺牲的精神，更加自觉地做宣言精神的忠实的传承人。下面请陈振兴教授为学校师生赠送宣言，请学校党委副书记尹东梅同志代表师生接受宣言，把望道老校长翻译宣言的故事代代讲下去。共产党宣言的问世，在实践上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深刻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共产党宣言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理论宝库，值得我们反复学习，深入研究，不断从中汲取思想营养。下面我们请任重书院院长陈尚君教授，请2018年云南省永平县脱贫攻坚楷模、2019年复旦大学中央师好党员、校团委副书记张志强同志，请附属儿科医院传染科主治医师、抗疫期间火线入党的王湘诗同志，请新闻学院2016级本科生杨泽玄同志，请化学系2016级直博生朱嘉欣同志，请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博士生陆婷婷同志接力朗诵《共产党宣言》节选。梅特涅和基祖、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他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资产阶级在他的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然而这个曾经反复用魔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他
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作支配一切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有人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好一个劳动得来的自己挣得的自己赚来的财产，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财产出现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小农的财产吗？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他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代替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全世界无产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感谢老师们同学们带领我们再次重温了共产党宣言，感悟了真理的力量。下面我们请学生代表发起传承红色基因，做宣言精神忠实传人倡议。全体学生共产党员，2020年是程望道老校长翻译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100周年。中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影响和培育了无数先进分子投身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都是受共产党宣言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回顾校史，115年来，复旦在抗战的烽火中，在解放的曙光中，在复兴的伟业中，始终追求进步，始终爱国奉献，始终勇于担当。
敲响上海五四第一钟，北碚八年的红色堡垒，全国红岩烈士最多的高校，一桩桩一件件铸就了复旦的红色基因，培育了团结服务牺牲的复旦精神。辉煌的校史让一代代复旦学子倍感骄傲，备受鼓舞。新时代的复旦学生、共产党员更有决心将宝贵的精神财富传承下去，发扬光大。100年前的四月，陈望道老校长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倡议传承红色基因，做宣言精神忠实传人。第一，要熟读金丝宣言，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共产党宣言树立起一座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丰碑，其中所蕴含的真理力量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我们党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传承宣言精神，首先要重温经典，原原本本学原文，要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学，结合当下正在发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学，邀请专业教师导读研学，要在宣言精神学习中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第二，要铭记源头初心，坚定马克思主义崇高信仰。共产党宣言揭示的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精神家园的理论基础。我们党的第一部党纲就是按照共产党宣言精神制定的。传承宣言精神，就是要回归本源，铭记初心，听党话，跟党走，进一步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第三，要秉持人民立场，练就服务人民的过硬本领。共产党宣言旗帜鲜明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一边，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传承宣言精神，就是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要在学业、择业、就业过程中树立为更广大人民的美好生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拼搏贡献的高远志向，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要在志愿服务、劳动实践、奉献人民中不断激发学习兴趣、科研热情，锤炼过硬本领，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第四，要争做时代先锋，续写复旦青年的崭新篇章。自古英雄出少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时，马克思是30岁，恩格斯28岁，陈望道老校长翻译共产党宣言时29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传到了我们的手中，传承宣言精神，就是要勇敢向前，在重大事件、危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带头，勇担重任，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善于思考、大胆探索、开拓创新，以坚定理想将红色基因发扬光大，以奋进成就做宣言精神忠实传人，续写属于复旦青年一代的崭新篇章。下面我们请党委书记焦阳同志做重要讲话。尊敬的望老家属陈振新、冼康礼，尊敬的各位老师、同学们、同志们，清明节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也是追思
先贤先烈传承精神的重要时节。今天我们在春意盎然的校园里，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传承红色基因、做先贤精神传人的追思祭扫活动，缅怀老校长陈望道等复旦先贤先烈，重温先贤精神，用简朴而有意义的形式纪念老校长翻译《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100周年，启动红色基因铸魂育人工程。最美人间四月天，100年前，29岁的青年陈望道接到了时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员邵立子先生关于《星期评论》杂志请望道先生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来信。望道先生此刻从日本留学归来不久，东渡的过程中，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参加过一丝风潮。他认定马克思主义这是救亡图强的真理，于是在100年前的4月，他怀着传播真理的热情，一头扎进家乡义乌老宅旁边那个破旧的柴房，用超过一般翻译文稿5倍的功夫，把宣言一字一句变成了白话文。随着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问世，共产主义来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真理火种从此点亮了这个东方古老的国度，复旦百年的红色基因因此而立。从1920年9月望道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此后先后担任了中文系、新闻系主任，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担任复旦大学的校长。100年来，望道老校长与共产党宣言与复旦大学再也没有分开过。望道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从翻译宣言接受任务起，望道先生一生从未改变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激励了、培育了无数先进分子投身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都高度评价这一译本的历史价值。1920年底，望道先生接任《新青年》主编，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参加了建党工作，并且担任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组织第一任书记。南方抗战时期，复旦内迁北备，望道先生时任新闻系主任，带领师生坚持真理、追求进步，复旦因此成为大后方、民主堡垒，被中共南方局誉为学校工作的典型和模范。一代代复旦学子在宣言精神的感召激励下，为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事业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传承弘扬着复旦的红色基因，也培养铸就了团结牺牲服务的复旦精神。新中国成立后，望老为社会主义大学建设呕心沥血，历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也为党的统一战线做出了突出贡献。望老的一生是在党的领导下为祖国和民族解放、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奋斗不息的一生。他始终爱党爱国，追求真理精神，他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的铮铮誓言，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刚才我们在这里聆听了望老首义宣言的故事，让我们感慨万千，又聆听了
师生代表接力朗诵共产党宣言片段，让我们热血沸腾。学生代表倡议传承红色基因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让我们倍增信心。望老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教书育人是他毕生追求，他对中国的教育，特别是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成就。望老是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先驱者和实践者，为中国语文教育和研究的现代化科学化注入了毕生心血。他也是我国现代新闻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复旦新闻系蓬勃发展与望道先生密切相关，他在抗战炮火中竖起好学力行的大旗，并一生倡导之实践之，至今仍然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院训啊。1952年到1977年，望道先生作为学校历史上任职最长的校长，始终重视复旦学风建设，强调既抓成果更抓学风。好成果来自好学风，在好的学风下面可以成长成才。为把复旦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综合性大学，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高等学府之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望道先生还是一位对中国学术事业发展卓有贡献的著名学者，他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学术领域十分宽广，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新闻学、逻辑学、美学、文艺学、语言学等等诸多门类皆有建树。编述注意的成书之作有20多种之多。望道开创了汉语语法研究的新道路，修辞学发凡，被公认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望老一生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用来指导学术研究，坚持又红又专。望老坚持实事求是、博学守约，主张并实践古今中外法，倡导勇于创新而态度严谨。这样的治学精神和师风师德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为我们留下丰厚宝贵的精神财富。追望大道，求索不息，信仰恒在，历久弥新。2007年5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来复旦考察，在校史馆中文首版宣言展品前驻足良久，勉励复旦师生把老校长的红色基因传承下去。18大甫一闭幕，总书记就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复兴之路大型展览，亲自讲述真理卫道的故事。19大闭幕后，总书记又带领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到上海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在宣言展柜前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要求将这些珍贵史料研究好保护好。2018年4月，中央政治局围绕宣言及其时代意义举行了第5次集体学习，总书记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要求传承发扬宣言精神。今年1月，总书记在全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总结大会上，再次肯定复旦大学讲好老校长首义宣言的故事，要求学校用真理的味道激励师生做共产党宣言的忠实传人。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谆谆教诲，走好望道先生和复旦先贤先烈为我们奠基的真理大道。新时代的复旦人理应高扬做宣言精神忠实传人这面旗帜，从宣言中汲取真理的力量，
把宣言蕴含的科学原理、科学精神应用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四个服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中，不断谱写新时代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新篇章。为此，学校党委决定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要求，启动实施红色基因铸魂育人工程，把老校长手艺宣言的故事一代代讲下去，把望道先生手艺宣言追求真理的精神不断发扬光大。一是研究阐释宣传宣言精神，夯实崇高信仰之基。学校将深入开展陈望道研究，出版陈望道文库和研究文集，整合力量打造宣言研究和宣言精神传承的思想文化高地，建设党的初心使命研究和党史党建育人的高端智库，深入推进两大工程，强化创新理论研究和师生理论武装，深入开展宣言精神和新思想宣传普及，在干部教师培训中开设宣言精神课程。二是培养宣言精神忠实传人，筑牢理想信念之根。我们加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擦亮全国重点马院鲜红底色，全面开设新思想概论课程，把宣言精神和初心使命教育融入课程思政，把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打造成为宣言精神和初心使命教育基地，在师生中普遍开展宣言精神教育。三是加大红色文化育人力度，塑造立德树人之魂。学校将围绕宣言注意百年，打造系列文化精品，启动望道图书馆建设，打造校园红色文化新地标，开展系列文化学术活动，纪念宣言中意百年，举办学术研讨会、望道讲堂、核心思想系列报告会，并且推动与义乌陈望道故居人才共育、资源共享。老师们、同学们，我们正按照党中央战略部署，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力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总书记曾庄严宣告，到本世纪中叶，共产党宣言发表200周年时，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将以自己的壮举进一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预见性。到那时，正是学校15次党代会确定的3步走战略目标达至之时。让我们从现在做起，接续奋斗，用宣言精神引领航程，用红色文化激励前行，努力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传承红色基因、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谢谢。谢谢焦阳书记。焦书记在讲话中深情缅怀了陈望道老校长伟大光辉的一生，高度评价了陈望道老校长翻译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历史贡献，并代表学校党委提出了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做宣言精神忠实传人的要求。学校上下要深刻认识实施红色基因铸魂育人工程的重大意义，学宣言，传承宣言精神，从宣言中不断汲取力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三权育人，培养宣言精神忠实传人，加快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下面请大家移步向望老塑像献花。
承红色基因，做宣言精神忠实传人，追思缅怀活动到此结束。